诗篇第八十八篇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都在你面前哀求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饱经忧患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被列在下坑的人中，就像一个没有气力的人一样，我被弃在死人之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。 你不再纪念他们，他们也和你隔绝了。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，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。你的烈怒重重地压着我，你的波浪从四方八面把我淹盖。你使我的知己都远离我，使我成为他们所厌恶的。我被囚禁，不能外出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。耶和华。 我天天向你呼求，向你举手祷告。你要为死人行奇事吗？阴魂会起来称谢你吗？在坟墓里有人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在灭亡之地有人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骑士在黑暗里有人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在那遗忘之地有人知道吗？耶和华，我却向你呼求。 我的祷告在早晨达到你面前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丢弃我？为什么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；我受了惊吓，以致困惑不安。你的烈怒把我淹没，你的惊吓把我除灭。这些终日像水一样环绕我，一起把我围困。你使我挚爱的和同伴都远离我。 黑暗成了我的知己。